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程潇。新年的正确打开方式当然是去雪地里放肆撒野，赏雪景，滑野雪，我带你雪地上分。雪地里撒野的朋友们，我来啦！撒野，我随时 OK。雪地撒野上分，这就来啦！雪场这点事儿，没我可不行。说相声我张嘴就说，滑野雪我抬腿就走。下一块冰雪拼图走起。到了雪场，咱就是照样了。